大家好，我是 Jimmy， 我們今天來到 Brighton。 Brighton 那麼大，我們究竟去哪裡好呢？我今天就用了 ChatGPT 大法，根據我的喜好和我喜歡的排定了五個行程。第一個就是 Lovely， 第二個就是海星，第三個就是 Brighton 的 Pier， 第四個就是 Amos Stadium， 第五個就是 Seven Sisters。 那我們現在呢，就時間無多，我們現在去急一急先， Let's go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咧即將去個地方就叫做 Lovely 啦。咁咧 ，Lovely 咧其實佢以前係一個貧民窟嚟嘅。咁但係佢經過咗百里頓唔同政府人員嘅翻新啊，去改建啊，咁就成為咗而家嘅旅遊勝地啦。咁我頭先講到啦，係呢個貧民窟啦。咁佢係以污糟咧同埋貧民窟而命名嘅。咁但係咧，相反咧，而家咧就成為咗呢個旅遊地區啦。主要都係啲跳蚤市場啊、coffee shop 啊，同埋啲酒吧嘅。咁我哋而家去撳一撳先。咁同大家講下呢個嘅 Lovely 嘅小知識啦。咁對 Lovely 咧 ，Lake 咧 ，L A I N E 咧，其實係 Success 嘅方言嚟嘅。咁其實就係意思代表住一個 Sound Style 下邊嘅一塊咧好平嘅土地啦。咁咧，所以咧呢、這個 Lovely 咧其實都係一種特色嚟嘅喺呢個 Celsius 度。佢十磅已經有六隻 oyster， 即係生蠔。咁我哋諗一諗食咩先？佢仲有唔同嘅海鮮咯。喺 sorry， 好，咁我而家食完嘢啦。头先个嘢食咧，我觉得唉，冇我想象中咁好食咯。但系唉，应该水平系咁噶，真系。而家嚟到呢个 West Pier 啦，咁大家见到啦，呢个 West Pier 系荒废咗嘅。咁系点解咧？咁我由佢历史讲翻起啦。佢1860年代咧就已经开始建成啦，就成为咗 Brighton 第二大嘅码头啊。但系咧喺1975年咧。佢嘅公司咧，營運公司已經無力再營運啦，就再加上廿一世紀一兩場大火咧，就燒到好似而家咁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第三個地方 ，Brighton Pier。咁呢個 Brighton Palace Pier 咧。就係拜登碼頭啦，另一個名咧就係叫皇家碼頭嘅。同嘅甜品鋪頭，即係俾啲遊客過嚟食嘢，但係其實都湯湯地嘅。同埋呢一度啊 ，souvenir store 啊，買啲紀念品嘅。我哋入一入去睇下先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去下一個地方 ，Amos Stadium。
咧，轉眼間咧就嚟到 AMAX Stadium 啦。呢一個地方咧，其實身為足球嘅球迷嘅我咧，雖然我唔係拜禮頓嘅球迷咧，但其實嚟呢啲 Stadium 睇一睇咧係極開心咯。咁 AMAX Stadium 咧就係拜仁嘅 Stadium 啦，咁佢嘅前身咧係 Goldstone Ground 嚟嘅 ，Goldstone Ground 咧就係1995年咧就俾人買走咗啦，就拜禮頓咧就要借好多唔同嘅地方嘅球場啦，甚至咧要搬出去拜禮頓去比賽嘅。2011年咧，佢咧就終於開咗個 AMAX Stadium 啦，咁咧佢嘅座位咧係超過30,000個座位嘅，但係我哋今日就梗係去 Fan Store 去睇下入邊係咩料先啦。嚟到 Striking 嘅 Fan Store 啦，咁我入到嚟咧就見到呢啲頸巾啦。呢條卡式嘅頸巾睇下幾多錢先，10磅咋？呢條卡式嘅頸巾10磅咋 ？Oh my god！ 咁我哋去睇下，我因為我覺得咧，今年嘅波衫咧，拜仁嘅波衫係幾靚嘅。咁睇下先，60磅哇！香港買咧而家咧炒到好貴，之前。60磅，哇！咁呢件就主場波衫啦，都係60磅。波波，哇！嗰啲 fans 多都有唔同嘅嘢買，呢啲 accessory， 呢啲鎖匙扣，就係針扣咯，可以套喺啲西裝度。或者套喺啲袋度，如果你想要嘅話，而家咧出嚟咗嚟啦！我哋而家咧今日就買咗條頸巾啦，就成為10磅嘅。咁我拆一拆，睇下先。Brighton， 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去 Seven Sister 啦。咁去我哋今日最重要嘅環節 Seven Sister。我哋而家就 Let's go。今日去嘅地方咧 ，Seven Sister 咧，咁佢點解叫 Seven Sister 啦？就係因為佢由7層白樂團合形成，就好似7個姊妹咁樣著件白色衫啦，連埋一齊，所以俾啲人就叫做 Seven Sister 啦。咁咧，佢嘅出名度咧，連哈利波特都過嚟取過景啊。咁華語歌手周興哲咧，都過嚟拍 MV 嘅。行得越落咧，就會見到呢啲屋仔喺側邊啦，係都有人喺住嘅。哇！啲人咧，見到啲人仔越嚟越大隻啦。好，我哋行耐啲先。目標過個山丘，咁咧我哋陣間就去嗰度放個航拍上去咧，就完啦。唉，如何啦？咁我哋而家咧就準備過去啦。吓、啊！吓、啊！但系而家唔像桥咯，嗰度都冇桥过。即系今日我哋可以收队先噶咯。为咗补偿俾大家我冇上去嘅原因，我哋而家去边 ？Let's go！本节目为家长指引，部分内容涉及惊吓、恐怖及不安画面，敬请家长留意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。
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太亏了？雨下着，你望着，你走了，都回不去了，像从前快乐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，我却心如刀割。原来我们不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。我们怀念什么，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我相信剛才的畫面呢都很影響你們的眼球了。大家記得離七姊妹崖呢就不要那麼近的崖邊，因為呢曾經都有人發生過意外在乎在七姊妹那裡跌了下來，今天又不同的新聞報道啦。所以剛才呢外面有個牌就顯示提給大家看到，說不要在那個崖那麼近，還有點樣今天真的有點不如意，但是不要緊，人生就是這樣，好像有些事情都是不如意的。好啦，我覺得呢今天這條片呢就去到這樣，如果喜歡這條片呢記得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 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我是 Jimmy 神，拜拜。